大家好，我是班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班的好朋友 Dais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班的男朋友 TJ。今天我们要玩，跟大家玩一个游戏，就是这两位要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法国队游戏呢 ，PK 中国队，中国队对，来数数字。因为我觉得在法国的话，中国的留学生的数学都特别好。包括我在内，所以我们有可能会输，但是我们还是尝试一下，我会赢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通过这个呢，我们也希望教大家用法语和中文数数。OK， 中文数数好像很简单。然后，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吧。第一 ，Step One， 我们先从一到十开始数数。好的，首先我们来开始一下中法双语的数字课。我来开始吧。一，啊，一十，嗯。二 ，de， 二十 ，de。三 ，trois， 三十 ，trois。四 ，quatre， 四十 quatre。五 ，cinq。六，等一下，我说 ，OK， 五十 cinq， 说。六 ，six， 六十 six。七 ，set， 七十 ，set， 八 ，huit， 八十 ，huit， 九 ，neuf， 九十 ，neuf， 十 ，dix， 十是 dix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。游戏的第一步由班班主持，作为中法友好大使，然后我们用这个 iPad 的计时，然后来看一下他们两个数数，从一到十，谁能数得最快。Tibo 呢用法语数，然后曼琳呢用中文数。现在由 TT 开始，法国队先开始。我数数，一二三开始。1 2 3 4 5 6 7 8。现在是中国队。1 2 3 4 5 6 7 8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开始。太急了，太急了。我现在开始啊，一二三开始。1 2 3 4 5 6 7 8。哈哈哈哈。好像发现时间从那个上面加了，但是刚才 TT 呢说完的时候是两分，不对，两秒四四两秒过四十九，然后呢，曼琳只说了一秒钟，所以中国队赢胜。现在呢是游戏的第二步，也就是由 Daisy 来念法语，从一念到十，法国队用中文从一念到十，好，同样的，我们开始计时，一二。三，开始。我说，对呀，已经慢慢一秒钟，我重新来啊。我准备好，我准备好。你准备好了？法语用中文哦，中文。好好。你是法国队啊？好。一二三，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一次 ，TT 只用了一秒零，一秒零八十六。看来还是法语比较。我错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但是一个问题，法语比中文要长啊。对啊，所以他刚刚输了，这次该你了。好了 ，Daisy， it's your turn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他的三个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please。法国队加油！啊，两秒八。好好好。看来还是法语比较很长。对，迟钝一些。大家都说中国人为什么聪明，是因为我们数字很短。对。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，对。好。然后我们游戏的最后一关就是来念数字。我会随意挑选一些数字，然后让你们用中文和法语念。嗯哼，好的。然后现在他们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现在来随便输。我能看吗？我现在先输一点。你别看。我不会看的，看不见，没戴眼镜。好了，看得见吗？能看得见。这是我们家要念的数字。大家看清楚啦。好的，现在。我们要交给两个队员来念。OK。Oh my god！ 地震呢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来想一想。用法语可以。法语可以，我来说，我试一下。说。1239 million 647 million 444 million 545 million 哇，好厉害！法国队又得一分，我们好棒！再来，千万十万。
亿。好，千，我现在知道。2596亿是对的吗？然后7,744,4,5,450,000。哦、You're the best. 在我列出这个数字一个小时之后 Tell me in comments if it's okay. 一个小时之后在我们整个团队的帮助下终于弟弟终于念出来了。那我去睡觉吧。晚安。最后我们的游戏的结果就是法国队败，然后惨败，然后就已经不见了。有奖品吗导演？没有奖品。没有奖品、啊、希望大家都给我们点个赞吧。如果能点赞哦。然后大家欢迎大家留言，然后欢迎大家就是给我们的客串嘉宾 Daisy 点赞，然后赞她是大美女。谢谢大家，不喜欢我的话我不来了，拜拜。